小入侵还是跟犬界其实的感觉好久好久重要尬戏是原界小尴尬，前任吴康任巧合缺席。2018香港影视展行前记者会，中药主演的《姐的时代》和《天使微微》演员群都出席了。那个吻是带着很多复杂情绪的吻，不是那种深情款款他们的吻，不太一样。Ivan 哦，没有没有 ，Ivan 一看到我亲的，我刚闭眼睛。我们其实还没有很熟悉就要拍那场吻戏，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尴尬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还是因为那时候那个还有男友。那时候没有，那时候还没跟他在一起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哎，画风一转，来到姐的时代，小乐也给我很多不一样的观点。他常常会不小心讲出一些，哎，好像姐弟恋也不错。这暗示是吗？嗯 ，Are you there？这样跟你讲，那你是有被撩到吗？还是你已经就是免疫了？撩？你说他的冷笑话吗？是不得不说，就是姐们比较吃逗女生开心这一套。小乐他有一种特质，就是他很容易让身旁的女生会产生莫名的母爱。跟小乐拍戏常常会让我有一种，其实会让我比较容易重回少女时代。你不觉得他跟我拍戏现在长得比较年轻吗？是说吴康仁主演的《引爆电影》有参加影展，但本人却因有事没出席。他今天没有来，有松口气。没有关系，好啦。